也不少哦，这两个礼拜有没有看过我？有，很棒，太好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对我不陌生哦，哈。好了，我们音乐可以停下来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是另外一场高潮的表情。刚才我们听了非常好听的音乐响宴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眼睛还要继续再往下看哦。有谁知道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曲目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，没错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戏剧哦。我们的音乐戏剧呢，是由一群彩虹志工所组成的，而且我们这些志工呢，已经连续演了第三年。对，他们的，等一下你们可以看，他们真的是热情十足哦，哈。然后我们这一群彩虹志工呢，等一下，他们有没有拿钱？志工有没有拿钱？志工没有拿钱的，没错。去年有谁可以告诉彩虹妈妈，去年我们演的圣诞剧是什么？对，和平王子。去年的和平王子呢，在全省总共有超出1500场的演出，而且呢，总共有55万大人跟小孩一起在去年的圣诞节接受这一份爱跟和平的礼物。今年呢，我们的志工妈妈也非常的努力，他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加紧练习，而且呢，用2周的时间在江南地区做巡回的演出，预计今年在江南地区也有超过100场的演出，好不好？我们加用掌声加尖叫，谢谢我们台上的彩虹妈妈们，怎么都没有掌声加尖叫呢？对，哇，太棒了！等一下他们一定会怎样？哇，很高兴的演出。2015年全新彩虹音乐圣诞剧，其中啊有一只狗，它叫做小白。这只小白啊是全世界最幸福、最幸福的一只狗了，因为啊它有一位非常非常爱它的主人。不过吼，这只小白吼没啥乖。有一天吼，小白不小心迷路了啦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哇，而且啊他还遇上了黑狗帮。黑狗帮有很多流浪狗哦，每一只狗呢都有不同的故事。可是呢，当这个小白遇上黑狗帮会发生什么事？他会不会再找到他的主人啊？他会不会回到那个温暖的家啊？哦，让我们一起陪这个小白一同踏上爱跟改变的新历程，亲爱的，这是我的学生，真的教得很好哦。你们准备好看戏了没？这边好像不太热，不太愿意哦。请问你们准备好看戏了没？好，请跟着我一起来倒数。请用心观赏2015年。